涛身穿粉红色西装在澳门出席代言人签约仪式，此次主办方以2800万高价邀请他当代言人，比格坦言非常满意酬劳。恰逢当天是范江的生日，比格透露已送了礼物给对方，但故作神秘不愿透露。当然要买个礼物给他了，对，当然每年生日都会买了。礼物不在于大小，就是在于就是那个心意，所以就送了一个礼物给他。此次活动范江也有跟随 B 哥一同前来，问到婚期是否快将近，范江直指 B 哥要他减了20磅就会结婚。追问到现在的情况如何，范江也直指有成效了，每天都有3个女儿监察他的饮食，相信婚期不远了。 B 哥哥说你减了20磅我们就结婚然后我说对，我必须减20磅我才结婚，减不到就不行，所以我现在很可怜。我一吃东西，我女儿对他们就控制我，不让我吃这样子。她说你不能吃这个，你不能吃那一个，所以现在我们家有3个纠察队，每天看着我这样子。